欢迎来到传说对决英雄放大镜，一千块的香蕉煎饼，钢铁韩粉。哇！去！被动、爱与包容，这是韩粉们的最高精神。由于受到这个被动的影响，韩粉们一般都不会恶言相向，就算遇到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人，也会好好的跟你沟通，绝对不会轻易暴走。小男孩身穿韩国瑜红色背心，陪着阿妈来造势，听见要喊动算，一秒爆哭。第一招，当个筛子。发动当个筛子的时候，会立即启动造势效果。只要身边有任何一个友方英雄是韩粉，就会立即召唤200,000个钢铁煎饼，协助击杀敌方英雄。这个绝对比某60,000多人团队还要猛。第二招，非韩不投，有韩必投。这招是一个非常强的技能，可以让你直接超越最强外挂，变成游戏开发者。到最后，你如果不喜欢西边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把克里西改成克里东南北；再不喜欢的话，直接把它改成克里西西。真的吸！大招，爸没什么，去死吧！这招是一个已经跳脱游戏的技能，它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使用。只要看到不是属于赞美宇宙之神 Korea Fish 的言论的时候，就会立即发动此招。此招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常常会波及无辜，例如买香蕉煎饼的那位女孩。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，记得赶快避难。因为这招还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讲完的时候会立即遗忘刚刚讲了什么，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。如果遇到人家放这个大招的时候，记得赶快开机的，或是叫瞬移，赶快离开那个现场。要买，不爽买，那不买就离开而已啊！罢免什么？这么好事才罢免，你们去死吧！哎，你这样子侮辱别人哦，你这样子要告你哦！我告我骂谁了？你我骂谁了？不要这样子，我骂谁了？让我们来复习一下。你们去死吧！你们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去去去去去！去去去！去去去去去！大姐大姐，你为什么这么兴奋？Get it!